的小同学，大家晚安，你们好，我是佩芬。嗨，哦，来，我比较喜欢跟你站在一起，要不然我站在他旁边，你要把我吃掉，我很怕。很温柔啊，你是很温柔，我是很动物。来，大家呢象征是一个大家庭的感觉啦，想必那应该大家都认识，对不对？对，应该是哈，谢谢大家今天的邀请，谢谢，也要谢谢我们的哈游山啊，他打电话来说，我是游山，我妈妈就跟他说，你是游山，那我是玩水啊，游山玩水，因为有人听电话哈，那个听不太清楚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今天要马上表演唱歌，好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就在后面伴舞吧。啊，好，那你帮我伴舞 ，OK， 很 cute 啊，你很 cute。来，我带来这首不羁歌曲送给大家，带来这首《波浪雪塞》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。Yeah.
谢谢呢为我伴舞，还有为我呢献上这个哈非常漂亮。这个呢可以算是这个塑胶花了哈，大家的这个疼爱，谢谢。也要非常感谢刚才送上红包的那位大哥，因为我跟他非常有这个缘分，对不对？那一次在那个歌台表演的时候，有看到你和你的太太，对不对？今天太太有来吗？有哈，哦，幸好是有来，不然我还想给你一个 kiss 啦。在这边。他有来了就算了。哎嗨，太太，嗨嗨嗨嗨。啊嗨嗨嗨！哇，今天这么吵架，一个坐这样远，一个坐这样前面。哎，妹妹，啊、你好。生气，走。你要给我吗？哎呀，谢谢你，谢谢。今天的。谢谢妹妹，谢谢谢谢哈，这是家人对不对？谢谢你的红包 ，Thank you， 姐姐啦哈，你的妹妹嘛哈。谢谢。OK 李佩芬已经来到现场了哈，那我代表无人联络所送一束花给你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这个花如果是你们认为说想近一点心意，在那边买就是一串是2块哦。那我们也是把这个花钱，等一下我包的红包也是给佩芬，给她去喝茶。不过我们这边的是。比较便宜的，大家都有出去的，联络所的只是玩玩。你人就算做安尼款，添油火锅你骂啦。我常常叫我的心给你人保庇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让你人出入平安，逐天无代志，添一个油灯，发啦，阖家平安。大家都不爱换吼，来我去那个小赌怡情就对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哦，谢谢，真是感恩感恩。哎呀，我只怪我妈妈没有把我的颈项伸得很长，她可以多掉几个。好，那我马上再来第二首歌曲，真的感谢大家的邀请，真的非常的感恩。好像是我第一次来到乌伦齐西哈，真的非常棒的一个地方。希望大家呢今天都能够非常非常的开心来到现场，然后欢欢喜喜的回家去，然后祝福很多的姐姐啊。阿姨呀，哈，越来越漂亮，然后大家家庭呢都非常的幸福美满，好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们带来这首，也是一首华语歌曲哈，9月9的9送给你们大家。今天算是鲁班门前弄大斧啊，我知道在场很多的歌王歌后，拍谁啦拍谁，唱得不好，还请大家多多包涵，多多原谅。来，带来这首歌，谢谢。那我先搁这了哈，谢谢大家。哦，你这个包红包会保庇10年啦，吼，保庇长久的。哦，你听有感谢我啦，啊，我感恩我啦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我的衣服也不到了。又是9月9，重阳夜难聚首，思乡。愁更愁，情难忧，回家的打算始终在心头。
唱你唱那个星火狼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，No problem 啊、你请外面那个那位老太太帮我拿我的 CD 进来。OK 好。